Mr. Universe， 我是流星，大家好久不见了。因为最近有点事，所以都没有什么在拍。哎，怎么会？好，哦，怎么有凋零？哦，没事。好啦，那我们上次玩这个也差不多，几乎成就都已经破完了嘛，怎么有点小小卡卡的？再来一次，好，应该顺多了。哎呦，又lag了一下，管他的。好，那我们上次的成就，就是这一本吗？对对对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反正Power 蛋糕应该是没了，被删除了。然后，等一下，我的成就好像放在这里。所以说，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差芬妮之弓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这一集的目的就是找到芬妮之弓为止。对，最后一个成就。哎呦，怎么天黑了、啊？下次，等一下，确定一下。果然，我果然没有开到。开到飞盒，睡觉。嘿，好啦，那你的头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不是你家，你不要学那只鸡哦。哎，我怎么开门？个芬妮之弓还是不知道在哪，雪岛应该不可能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去探索一下。我们先从沙岛开始。哎，还是不要。我决定，我们整个重新探索，从一开始的石头岛。嘿，冲啊！怎样？有一只蚂蚁。这座岛多的是金哦，那边有一只章鱼在干嘛？他怎么可以这样看我的村民？给我走开，臭章鱼！臭章鱼！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只？走开！走开！哎呦，真的怎么那么多只？还记得之前这边大战过？刚那边还有一只哎。这边多差一点，我爸了。这边，我们去上面一下。那个是墨鱼的生怪砖，然后还有一些铁跟一大坨金矿。我记得这边金矿真的多的是。啊，对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们等一下去那一座岛上面看一下好了，不知道那座岛上面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先来挖一些石头，等一下比较方便上去。芬妮之弓，我的推测啊，芬妮之弓有可能是在那一座岛上面。总之，我们先赶快筹备一些石头，挖挖。哦对，然后刚刚说到最近有点事情，所以很少在拍。然后要拍的话，好像也不知道有什么系列可以拍。多人系列的话，真的人员很难挤到。然后，如果这个系列结束以后，我可能会再拍另外一个新的单人系列。目前已经有找到一个地图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最近也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快要接近暑假。有些人好像已经毕业了，对，所以最近有空的话，我可能会比较常拍片，尤其是暑假，时间多的是呢。继续挖，继续挖。哦，我想说，怎么挖了那么久才挖这四十几个？原来我背包里面已经有一组。哎，这石搞快，哎，不是，这铁搞快爆了。二一，爆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准备这些。路在哪？有点恐怖哎！这个跳下去会死吗？感觉会死哎！我是从这边下去好了。哎呦！
啊，天哪，为什么竟然能摔倒？哦，吓死人！他没有只脏笔，一定是那只脏笔在诅咒我，差点跳下去。黄油之血，走走走。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多的一些方块，有多的方块就多带一些好了。哎呦，肚子饿了。哦，好慢。红油之血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带一些血，我们用血砖跟地狱砖还有泥土上去叠。再多带一点楼梯去叠。他应该就不太需要哦。对，我现在的主要是要食物，食物有一个面包，可以充饥一下，阿妈妈给我吃。然后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吃的嘞？西瓜砖，把它切掉。哦，对，西瓜砖放。然后我记得用剑敲比较快。切西瓜哦，我还记得这是之前有一款还蛮流行、风行一时的游戏，手机游戏。来吃一点西瓜。我发现我的滑鼠最近怪怪的，木滚轮它有时候方向会不对，是不是该换一个新滑鼠？再说了，我先来做一把狗狗吧。我这边原本就有一个铁镐，再多带一点雪球，以防万一，等一下那个方块不够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要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带一桶水桶过去，不够的话就丢进去呗。哎呦，小麦几乎都长好了。我们先去那个地方，等一下下来再去采小麦。因为刚才有看到有一个还没有长好。捞水。那个地方应该要从地狱岛那边上去。哦，我的龙梯啊，太帅了。有点高哎，我觉得我们直接从地狱岛上面滚过去了，叠过去。这个是一个小方块，这个龙梯很难走，超难走的。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其实也还好，才怪，还是有点高哦。不要吓我，下去。下去，拜拜。太小了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先来想一下神器哦，我记得那边有拿到黄油之血，然后雪岛有拿到苦力之神，沙岛嘞？沙岛有拿到神器吗？还是没有啊？我怎么感觉好像记得在沙岛没有拿到东西？好像是哎，还有地狱岛好像也没拿到鞋子，然后剑是在本岛。对，所以芬尼之弓有可能出现在沙岛或是地狱岛，若不是在这上面的话，快到了，因为我不用带那么多方块了，真是的，还是不要浪费石头好了，我用一点泥土，太小，这是什么？不能叠了，这是最高范围哦。
没有藏我吗？哎，我感觉好像没东西。哇哇哇哇！这假的，真的没东西吗？那我上来干嘛啊？天啊，我不会就这样白白上来一趟。这是砂岩，砂岩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都没东西哦，那我上一下吧。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？等一下 ，no no no， 什么东西被烧掉了？什么东西被烧掉了？这都妈的！我带水桶的，我带水桶的，放了那个，我用水桶下来的方式是对的，可是我自己做的是错的。给我等它流完的时候再跳下来。Oh my god！ 希望我的那个好的朋友这些不会被烧掉。哦，小猪人耶，好可爱。哦，那个就不用捡了。啊，这假的，我一大堆东西都被烧掉了。哦，幸好我没有把成就带在身上，不然就拜拜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东西好像是会被水冲走哦。那所以我说我一大堆东西都掉到虚空。天哪！天哪、啊！哦，没事哦，耶！黄油之血在这啦！哦，别吓我，还好。耶！黄油之血。就是说，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没东西哦，很假。等我一下。那沙岛，哇，这个芬尼之弓有点让我找得心。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哦，吓死了！我又刚才以为水是贴在这边，然后直接流下来，可以直接走这条路。你在干嘛？挡路，下去！我先回家睡觉了，有点恐怖了晚上。走走走！我看身上应该没有带什么珍贵的东西吧。嘿、hey, ，各位早安。那我们就先来采收一下小麦。哎呦，走开！这不是你能上来的地方。啊，这个还没长好，这假的。那管他的，一起拆掉吧。哦，装置好多个，可惜我的农田就是那么如此的小。14个小麦耶！哎呦，有没有开到门？小麦，4个面包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小麦。嘿，5个面包，来吃掉一个，饱食度刚好满。哎呀，带了那么多方块，结果好像浪费了。一大堆方块，西瓜搞高，好，我决定了，我现在就带着这样出去探险。反正稿子应该可以帮助我度过很多事情。哦，我看到钻石了耶！去沙岛挖挖看钻石，不知道挖不挖得到。我错了，我刚应该要再多带一些方块。钻石在壕里面的地方哦，
如果从那边连过去应该会比较快，可是我没有带方块。管他的，我决定我要从那边挖。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应该要带方块的。这个的话，看一下从那边可不可以点。不行，还是要挖一些石头来。痛痛痛痛痛！哦，吓死人！这个吓死人！先挖一些石头，我把它放回去。继续挖。往这边前进。挖九级下还 OK 的，不对，这样的话很难到那边。算我想要放弃那些钻石，毕竟我的目的不是它，我的目的还是要找分离之弓。沙岛村民，村民，结果照理讲神器应该都是村民卖的，可是。沙岛只有卖西瓜，然后地狱岛就纯粹只有换石英吗？你不觉得石英很没有用吗？我来地狱岛探险一下了，我对地狱岛比较感兴趣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退休，我爬。我爬三段式楼梯，哎呦，还有这边都变石头了。对啊，这边石英随便挖都有。哦，那只村民我再去看一下，应该没记错。应该没记错，他是换石英砖。哦，五个石英换十个石英砖，有差吗？我又不用用到石英。那这个那边怎么有一颗石头？这是哦 ，what the？ 这是什么啊？猪人生怪砖吗？好像是哎，这是箱子。哎呦，三秒都猪人了，有一颗石。箱子，我先把猪人生怪砖都先敲掉。哦，叠上去。这个是啊，分离之弓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天啊，找了那么久，哇，太棒了！意外的找到了分离之弓。所以我们成就全部达成了，耶！所以这个系列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一集好像是第十集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走错路了，应该往这边。好，非常好。我记得这一集是第十集，对吧？哇，刚刚好十集。然后成就又达成了，那么这个系列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哦，经过那么多。事情终于拿完了全部的神器，我来试试看它的威力。算了，我不想伤害小动物。啾啾，好啦，那我去看一下，确认一下我们的成就。这个，还有三组血。然后把垃圾给你丢进去，带个剑士，石英砖、石英楼梯、分离之弓、加宝，这是什么？加宝之剑、烽火台，然后带上苦力怕的头，三个血砖，
黄油之血，其实我觉得这黄油之血比这个还好，还是这个才是真的神奇啊！管他的，那这个就丢进去吧。然后成就，来把所有的岛接连起来。有，不然的话我怎么去各个岛探险呢？一合不是，这不是一合成三组血砖完成了，找到五个村民。好，我来去数一下，一个，然后我们自己这边两个，那边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完成，全部都找到了。然后拿到四把神器，对 ，Power 蛋糕已经被删除了，加宝之剑拿到了，芬妮之钟拿到了，苦力之神跟黄油之鞋都拿到了，然后建造一个温暖的家，虽然也没能说是多温暖。好，没有中一个陷阱啊，这个我就失败了，那个。学岛的那一次惊魂有点恐怖。制作一个牧场，这外面就是我的牧场。我说真的，我盖这外面把它弄成这样就很辛苦了，所以饶了我吧。我还在这边弄了这个那么漂亮的石头制造机，可是我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几次。好，然后哎呦，推小猪。拿到三个烽火台都拿到了，并带走，这些就是成就，达成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系列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哦，终于，各位期待下一个系列吧。好，那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